放生者从埋到了，至放生仪轨圆满，大约3个小时。有些鸟为放生已经死去，请问这样的时间是否太长？太长了。这些众生很可怜，他是在希望你的时候赶快把他放掉，救他的命。你还要叫他搞3、4个钟点，你不害死他了？那他不会感激你的。所以仪轨越短越好，只可以给他做个3皈依，几分钟，不要超过5分钟，赶快放掉，他会感激你。那么做什么祈愿功德回向，放了之后再做，这个好啊。你那么长的仪轨通通做完再放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心里很难过，会恨死你，不会感激你。是人同此心嘛，是啊，心同此理嘛，你就想嘛。